感谢感谢啊，感谢太幸，Thank 福了。you。信我个鬼！你不是信我个鬼，苏欢他虽有可远，能终会究是出个嘛？死是不人，是？换就换你的。有可能会出，这也不是一定出的。要不你试试600个那个，或者其实差不了太多，你知道吧？送这个跟直接送礼物也差不了太多，不行来几个超级火箭也可以的。谢谢老板，超级火箭，感谢。没有人儿，没有人儿，这不直接往里进，随时先走了。哎。一血拿下，算了，直接往上走吧。一会儿直接回家也是可以的。那洛克萨斯之手如果敢蹲我们，我们就跟他打，没关系，直接往上走，这都不带害怕的。他敢蹲，我就敢打。看看他带的是什么天赋，有没有带骸骨镀层？好，一级学的 Q 知道了。好靠后啊，那我们不推了，那你就别吃。既然你这么靠后，那你就别吃。骸骨有。看着落手的样儿嘛，走了，不敢打了，万一挖掘给搁那儿呢，我们比较难受啊。往我后边来，来，给我反蹲一波。等奥拉夫清完野啊，别着急。这他得帮我护着点儿，他不帮我护着点儿，那挖掘机来了，我们要死。没有啊，没人儿这波不能打了，这波兵有点多。阿古尼汤也死的，这落手好稳当啊！这么稳当的话，我们不好杀他，太稳了呢。不打了，太稳当了，先不打了，慢慢补刀吧。他太稳健了，阿古里太死了。回家了。
真稳健呐、啊，嗯，是真稳健呐、啊，兄弟们，亏了六个兵，六个兵经验到这儿吧，得控线了，得控一波线，等他回来能跟他正面打一打。其实我们现在就有点小劣了，我们比他亏了六个兵。他回来应该是亏了两个兵，也就是相当于他现在跟我有四个兵的差距。四个兵左右吧。护甲鞋。能直接越，其实你要想越，我们可以直接越他。这点血直接越是可以越的。来人了，来人不能越。这么难杀呢？哎，我靠，太他妈难杀了。对，关键他一点杀心没有啊，他根本他就不起杀心。没事，那就慢慢耗吧，他也没带传送，俺在这点上了耗，就看谁队友狠呗。这不行，这是小失误。这波去吃狗屎！哎，婉豪来了，那不能去吃去了，先查个眼儿。婉豪四级，他们家死哥有点厉害。布点鞋吧，他布点鞋，我们也布点鞋。哎，这么稳的，天哪！제압되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我看看这阵容啊，这阵容我们家往后打狠呢。那死哥 ADC， 俺们家有 ADC， 他们家没有 ADC， 我们越往后打，我们家越狠呢。没事，可以跟对面和平发育啊。可以发育，这把是可以发育的一把。稳哥，
这稳个连招有点顺畅啊。稳哥呀，是真稳啊！你是真稳啊！아군이당했습니다这把是杀不了了，兄弟们。碰上稳哥了，碰上稳健哥了，怎么会一个人玩上路没刷新呢？一点刷新都没有吗？这也太稳健了，没有一点破定啊，兄弟们 ，no 破定。저기학살중입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저더블킬现在我们没有大杀不了我往你这走他也杀不掉啊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你稳哥可老稳了，一点也不打呀。外圈刮，刮完以后都不拉，我一他就拉。你看，你瞅瞅，完了，稳哥去中了，兄弟们。这波俺们去不了了，死了几个？漂亮啊！不亏啊！不亏不亏不亏！不亏不亏，这不亏。我们三层塔皮，这不亏。哎，我这一个人头哪来的啊？一级团拿的。拉啥呢？不给你个黑。这有点烦呐、啊！我操，我 Q 错人了！哎，打个钉吧，这怎么？哎，漂亮，阿卡丽！哎 ，Q 错人了，可太闹心了！怎么两个 Q 都 Q 错人了？他俩站一块儿 ，Q 飞了，要不然那婉豪早就死了。我感觉这阿卡丽都不用死，我们的问题失误了，失误的比较严重。
这得来个死刑。好，好啊，我来了，别急。换了，别抱我！啊哈，三个人，没大呀，奥纳夫，没有大招啊。我们这把得保 AD 的发育，这个 AD 必须得发育起来。这是这一把顶梁柱，还好刚才换了一个，那挖掘给被奥纳夫给 no can be。No AD。不着急。哎，来来来来来，可以打这波。那锤石干啥呢？操了，这都没打死啊！别急上啊，他就开大的话，俺们死不了应该。我这老些血呢，先回家吧。那挖掘给挺肉啊，打了一大天没死。五十秒有大，五十秒小龙刚刚好。我们大招吸地还是太慢了，我估计死哥的大招现在跟我的大招吸地一样快吧，我可能都没有死哥大招快，大招太慢了。小心，不打。等我大，很重要。这啥意思啊？不是，保护 ADC 呀、啊，不能上了，撤吧，没有伤害了，二换二还可以。哎呦我操，玩这么心跳吗？这都玩心跳呗，没事，不行下一波再跟对面打，这一波还是算了啊，不行就下一波跟对面打。妈吹成一张纸儿。没钱啊，真是没有钱，兄弟们，没有 money， 没有 W， 这没 W 太难受了，没 W 团战就只能死。艾克有点黑，艾克属于是我们家 ADC 这个要顾及的一个点啊。
真是没有钱，一分钱都没有，太穷了。20分钟也就两件套了，都撑死了，这都。那奥拉夫咋这么猛？这位置不能打，这位置还敢去，还敢去拆眼儿的，纯是精神病。哎呀，两个人让人抓了，不大龙没了吗，兄弟们？嗯。我操！大龙100%是打了，又开了吧这。开龙啊，100%开龙了，没办法了，我只能冲了。我操，都没让动，根本也不让动啊，这什么东西能一直控不让动它呢？晚豪的 R 完以后 E 完以后呢？落手 E。艾克 W 吗？不行，动不了，没事，对面推不了塔，慢慢来吧，慢慢打，这把我们往50分钟打吧。AD 这波没有伤害啊，不要着急上 ADC， 没伤害我们不上，这玩意儿能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有点狂了？我发现不上了，撤撤撤撤撤，随时死就死吧。哇，这艾克还是太猛了。完了，奥拉夫上头了，GG了，兄弟们，不赢了，打不过了，兄弟们也都尽力了，实在是没办法。中路有点太肥了，对面中单如果不是这么肥的话还行，但是我觉得吧，可以再试一试。我选择不投，虽然我们家被破了两路，但是还有一路呢，对不对？可以考虑打后手，我们必须得打后手，不是考虑。那个艾克只要杀不了艾克，我们家 AD 必死，关键是我们家 ADC 装备不行啊。那 ADC 装备太次了。刚才如果想杀死哥，必须得是他放不出来金身把他秒了那才行，否则很难打。那艾克对 AD 威胁太大了 ，AD 的问题 ，ADC 也没办法，这把 ADC 也没招，我替 ADC 说一句话，行不行？啊、嗯。
我替 ADC 说一句话，这把 ADC 也没办法，上路一个稳哥和平发育哥嘛，我也没招呀，摁错了。那 ADC 艾克装备那么好的活不下来。